12月15日下午，韩国人气男子团体 SEVENTEEN 成员 S.COOPS 尹静汉、Dokyo、呼喜、迪诺、乌吉、俊、金敏奎、全元佑、波诺、傅盛宽、Joshua 12名成员结束海外行程，经仁川国际机场返回韩国。成员 DA 因国内行程于香港直接搭乘飞机飞赴北京。当天成员们大多口罩遮面，全副武装现身机场。成员们出关后引发大批粉丝追随，造成小范围围堵。好在在警卫人员护卫下，成员们安全走出机场并快速上车离开。据悉 SEVENTEEN 于14日在香港妈妈上获得了年度最佳舞蹈奖项，并公开了新歌舞台。魔方全媒韩国报道。Let's go.